为了回答网友们的问题，我从阳台隐蔽的角落里召唤回这个被我放逐已久的大杀器，战斧德鲁拉。外形酷炫，但售价仅几百块，这棍王之王的名号真不是随便来的。本视频的用意并非鼓动大家只认准便宜的琴，便宜的琴也许能弹，但不一定好弹。大部分情况下，贵的琴能弹的东西，便宜的琴也能弹出来，但贵的琴给演奏者带来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。我指的不是那种高价带来的脑放玄幻体验感，而是真实存在的动力体验、呼吸反馈和音乐性。这种差距其实外人是感受不明显的，也是很难在音频中体现出来。同时，不同段位的人能感受到的程度也会不一样。所以啊，风俭由人，不同阶段的朋友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合适自己的琴即可。感谢大家的收看和三连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Beat it, beat it, beat it, beat it.